啊，户主每家每户，每家每户是吧？靠户每他们公司也结婚了。哦，每做户数好多，到2012年。哦，2012年。到2012年是每家每户平均是一斤。平均一斤。一斤黄金，一斤白银。一斤黄金，一斤白银。还平均。到2012年啊。2012年。庆祝四十大庆，四十大庆就你们那个厂里面，村里面庆祝四十大庆，哦，全部在厂里面上班的，全部在厂里面上班，除了我们在退休的，不退休的全部厂里面上班的，这个是厂里面，这大队里面就是，全是大队里面安排的，全部大队里面安排的，然后像你们这边，我看到这边全部是别墅啊，全部每家每户别墅，每家每户全部是别墅，哎，全部别墅，这个别墅也是村里面带你们盖的，送的，哎，送的，这是送的，哦，不要钱的。像你们现在啊，就是我们还发钱嘞，还发钱。我们都前年是零八年发了10000块钱一个人。08年的时候。发了10000块钱一户。哦，10000块钱一户是吧？嗯。那现在你们现在发的是今年发的是什么？今年发的是黄金啊。黄金。多少黄金呢？今年现在发的是。发4两一个人。4两一个人。就是一户。一户才是2两白的，2两黄的。哦。对，明年开春，我们全这个圆门，大队里面全部来改成铜门。啊，现在这个。每家每户改成铜门。铜门是吧？哦。这个是不锈钢的吗？啊，这个是不锈钢的。明年全部改成铜门。全部改成铜门啊！大队里面来的，不要我们自己花钱的。不要你们自己花钱。对。哦。这里面现在的话，就村里面还有哪些福利啊？啊，还有哪些福利啊？福利到年家的每个人都有福利的，每个人都有吃的啦，用的和吃的有的，都是村里面发的，全部村里面发的。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50块钱一个人，可以到那个马路边全部开的饭店嘛，到饭店里面去吃，随便你吃早饭也好，吃饭也好，每个人50块钱一个月，前面都是到10月1号啊，阳历一号啊，等于100块钱一个人，那个是集气也100块钱一个人，那个平常的只有50块钱一个人，那蛮好的，过节的时候还可以到，就是像在家里不好劳动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只要50块钱都可以去吃饭，去吃饭。4天之前，你们这边就是给你们发了一些什么黄金是吧？黄金啊，100克黄金，100克白银是吧？我不太清楚，反正是一块是啦，啊，2两嘛是吧？2两啊，2两黄金，2两白银。